电力企业自动化系统是网络通信和电力系统应用的纽带。想要按照 IEC 61850标准进行工作，您需要使用精巧的工具帮助您检测和解决网络流量以及智能电子设备配置中出现的异常。导播 F6880DNA 数字网络分析仪能够对变电站网络性能进行检测，并对网络问题的调查提供事件分析。数字网络分析仪可以作为虚拟万用表使用，用于发现网络上的智能电子设备，同时也可以作为事件记录器使用，用于对多种网络协议进行分析。本仪器小巧轻便，配备可选择的两个铜制和光纤 SFP 端孔，三个 RJ45 端孔以及 USB 3.0 接口。显示屏上显示有设备和连接信息。强大的数字网络分析仪软件提供一个现代化的界面，具有智能和高效的网络诊断所必需的功能，可以方便地对数字信号进行隔离、监控和评估，使用直观的图形化工具生成可视指标，并在自定义仪表板视图中进行跟踪，记录网络通信故障、电力系统事件和电能质量问题，使用实时视波法和自定义数据可视化对信号进行分析，可将事件数据以行业标准的格式导出，如 PCAP 和 COMTRAE 的格式，将数字网络分析仪装置连接在一个站点内，就可以对网络流量进行远程监控。在测试或分析智能电子设备和变电站网络时，可以使用 Double Protection Switch 和 Double 61850测试软件，对数字网络分析仪中的事件文件进行分析。通过数字网络分析仪，您可以订阅 IEC 61850-9-2LE 和 IEC 61869-9 采样值数据流以及 IEC 61850-8-1 GOOSE 消息，并对可路由的 GOOSE 通信提供额外支持。用数字网络分析仪对过程和站点总线网络进行分析时，通过收集 GOOSE 和采样值信息，将网络流量与站点 SCL 文件进行比较，并通过识别缺失、畸形或未知流量来检测网络入侵。无论在实验室或是在现场使用 Doble F6880 数字网络分析仪，都会将您的数字变电站分析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能够执行高级诊断。这就是我们的数字网络分析仪。